好，接下来哈，我们讲一下那个动画的原理哈，因为这样子它只是很单纯的在移动而已哈，像那个鬼魂飘来飘去哈。那可是我们在做游戏、做动画的时候，各位都看过卡通哈，卡通的原理是这样哈，各位先看我这边，就是卡通的原理啊，它是利用视觉暂留嘛哈，所以如果你要看那个卡通，它是很顺的，就是那画面很美的，我每一个动作都很完美的，那一种卡通一秒钟要30个画面以上，也就是说以我举手的动作来讲，它如果从这里举到这里要一秒钟的话，那它要做30个画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这样子做到这边做30个画面，然后在一秒钟里面把它播完，你就会看到很完美的这个动作，啊，这是卡通制作的原理。那如果在我们这边，你要做到那么完美也是可以，但是很辛苦啊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做简单的动画，通常就大概做两个动作。我要举手，就是这样是一片，这样是一个造型，这样是一个造型，然后我只要做切换，你就看到像机器人这样子哈，啊，但是就有动画的感觉哈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做的了哈，除非你要做到很完美哈。好，那假设我们要让它脚要动，啊，脚要动，看起来有走路的样子，那你就要去看它的造型哦哈。这一个小猫刚好它有两个造型，刚好哈，所以你自己按这个切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走路的样子，因为它的脚的两个位置不一样。那所以我如果要它动的话，我就是直接切换造型，那切换造型是在外观，啊，外观这边，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设定什么造型，所以我可以指定它的造型，那我也可以让它一个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去切换，啊，以这个例子来讲，我就直接切换下一个造型，每走十步，这里的十步指的是画面的距离，哈，好，那我就切换下一个造型，所以这样子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好，大家觉得它好像中风哈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其实哈，它的程式执行的很快，每一个积木大概比0.01秒还要少就执行完了。啊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任何等待时间的话，它会真的会像中风一样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通常会加在控制这边会有一个等待时间，我们把它加一个等待时间。啊，好，假设这个数字都可以改哦哈，正的、负的、小数的都可以哈。哎，有的时间不能小，有的东西不能小数了，像时间就，哎，有的东西不能是负的，啊，像时间就没有负的哈，它没办法回到未来哈，好，这样子就会有那个走路的样子，好，那这是单一条程式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造型切换，好，换到另外一条程式，比如说我同时写两条，那这一个就负责切换造型。啊，这个负责移动，这个负责切换造型，可以。啊，这个很迷人的地方 ，Squish 它有多工程式的特性。你以前去学什么蜥蜴人啊、Basic 啊，你要做多工真的很困难。你要自己去分时，假装自己是多个 CPU， 然后我这边做一点，那边做一点，这边做一点，然后交自己在那边交换。啊，很难做。但是在 Squish 里面，多工程式就是分开两条写就好了嘛，各管各的。好，那它一样可以动作，啊，它就各管各的，这边就管移动，这边就管动作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很多条程式，我嘴巴就管嘴巴的，我移动就管移动的，然后我要管侦测有没有碰到球的，我就管，就分开，就会很直觉哈。好，各位试一下哈。